安心事件发展到而家接近两个星期，许志安、黄心颖都已经暂停手上的工作。而 Sammy 郑秀文早前就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自己不会再谈论这件事，不回望，要向前看。而作为对方好友的钟彩虹这日出席活动的时候都有讲这件事。Sammy 她很有灵性的，同埋她是一个很有灵性同埋很有智慧的女仔，我觉得她的处理得很好，希望大家俾啲时间她 去整顿她将来有这么多事要处理。我想她是需要时间去俾自己休息一下，同埋去处理她现在，因为始终这些是她们两个人的事，她已经要承担这么多舆论的压力，同埋我觉得对她来说其实都不是说那么公平，同埋她一个那么好的女仔，咁我觉得佢一定会处理，同埋一定会做得好好咯呢件事。